元宇宙打开了一个窗口，让我们能窥见梦想一隅，枯燥晦涩的二维文字、图纸插画、场景瞬间立体灵动起来。当你置身其中，一切跃然眼前，趣味值直接拉满。在此背景下，苏州明雅科技为苏州职业大学会计文化馆打造了元宇宙课堂，依托 VR 一体机硬件设备以定制软件，只大学子戴上 VR 头盔，操纵手柄即可学习最新相关课程。我近来多少文人墨客沉醉其中不可自拔，爱其园林，好其音律，恋其美。在虚拟现实中浏览会计文化馆全景，诚信公正是会计文化的生命。中国现代会计之父潘旭文先生曾指出，立信1936年政府美金债券图为中华民国1936年1947年4月1日发行的第一期无记名短期美元库券，票面金额该票据为北京市天龙股份有限公司签发给股东赵志。教师可在后台查看学生设备在线状态，并发布课程，选择上课下课时间，方便管理。